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2020一月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再度连任，也在520举行就职典礼。独立特派员推出提检520特别报道，检视过去四年的执政成果及未来四年的方向。首先要带您观察的是蔡总统的青年课题。这次总统大选投票前夕，各地的火车站还有高铁出现非常多返乡投票的年轻人，他们是这一次选举的关键选票，也让小英总统以817万多票创下了历届总统大选史上最高得票数。这次选举蔡总统得到广大年轻人的支持，不过根据劳动部在今年三月公布的最新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显示，15到29岁的青年每人薪资平均为31603元。台湾青年面临的困境是低薪、高房价、高租金，让现在的八年级生青年世代必须得身兼数职，才能负担生活支出。再加上台湾城乡差距大，很多年轻人都往都市发展。蔡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也都明确指出，现今青年面临的困境要如何面对与解决，需要政府有更积极的作为与对策。来看独立特派员记者张小莹、周明文的报道。2, 3, 1，来自新店。8点闹钟他先醒，让我再骗个小蜜，迟到半小没关系，我先跟老板对不起，变个理由客气，措辞注意口气，赛车头痛感冒，身边的流帮我打气，时间爬到9点半，让我先吃个早餐。房租目前就是最大压力吧，反正还没循环，怎么就想下班。现在租房子其实就是占薪水的三分之一，在做月聘子的时候，其实他的薪水并没有大涨那么高，大概就是在32K 左右。那个租金一直涨，一直涨，其实还是会有恐惧感。如果政府不愿意去处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的话，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发补贴。我为什么没有做结构性的解决？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政策拟定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纳入年轻人的意见。上班的时候爱偷写歌词，老板如果看到谢他一定气死。我在上班的时候，23岁的吴宗如成功大学气管系毕业，之前在外商公司上班，虽然薪水比一般社会新鲜人高，但相对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之前在外商银行做过月聘职，可能大家会想说外商银行的薪水都很高，但其实在做月聘职的时候，其实他的薪水并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高，大概就是在32K 左右。其实当时在外商银行的时候，工时还蛮长的。我那时候大概平均每个月加班大概40个小时，可是我还是会告诉自己说，就是毕竟在外商银行的工作嘛，那能不能透过这份工作累积我的一些履历，那在未来下份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位。吴宗如原本在台北市租房子，一间雅房每月租金13000，现在他搬到新北市和表哥合租两房一厅，租金已经很便宜，每个月平均分摊7500，依然还是存不了钱。而他身边的朋友，大家薪水扣掉必要支出，几乎也都所剩无几。像我可能很多朋友，他们是南部的朋友，又在台南念书嘛，所以很多南部的朋友，他们上来台北的时候，他们如果要自己住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套房。那找个套房的话，大概就12000上下。因为你像，如果说大家的薪水平均在3万块上下的话，你12000就占了40%左右。你就每天就是工作，然后把你的工作的钱拿去付房租，那剩下的钱就仅供你生存。他不是在生活，他其实在生存。的确，我们目前的青年很多面临到的困难，其实就是经济上的困难。对，那这个经济上的困难其实对应到的是说，我们目前的市场是不正常化的，对，我们的房价就是铺天盖地的贵，那我们的空屋很多，但是很多都没有释出到租屋市场，便是说很多烂房子都敢跟你租很贵。大台北地区高房价让很多上班族买不起房，一直是台湾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买不起只好用租的，连带租金持续上涨，让现在许多八年级生几乎快租不起房。
吴宗儒的表哥廖廷辉之前读研究所关注的是劳权，但他发现现今住宅问题、高房价、高租金已经严重影响这一代青年的未来。如果是一个台北人，我可以住在台北的家，跟我是一个中南部上来要租房子的人，对，那他们的未来跟他们的存钱，包括他们的消费习惯，很可能都会变得不一样。对，而且这个东西其实 不只是影响说我当下必须要去负担的这些，不管是房租啊，甚至是房贷，因为它甚至还影响到就是我对未来的规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想象，它甚至牵涉到了一个人生图像的一个状况。政府今年虽然推出社会住宅以及租金补贴等相关政策，但却一直避重就轻，不去面对解决住宅市场的根本问题。我们从6万的人扩张到12万人的这个补贴，所以这一连串的措施就是要降低青年的居住的这个费用，让他们人生第一礼物上不要是充满的就是要付房租或付房贷。去年总统蔡英文参加总统大选青年对谈，宣布就学、居住、就业以及创业等四大挺年轻人的政策，其中就居住部分扩大租金补贴，说是要让年轻租屋族有感，但还是离大家所期盼差距甚远。如果政府不愿意去处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的话，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发补贴，像实价登录2.0这个承诺过青年的必须要做，因为我目前的实价登录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办法及时登录，就是一个区域的房价通常最高的就是预售屋，对，再来是新成屋，对，那再来就是中古屋等等的不断的往下，对，所以当预售屋的价格被炒高的时候，底下的这些房屋的价格也同时会在持续的再被往上抬一层，对，所以当最上面的这个是不透明的时候，整个价格其实就是按照这个不透明的这个东西在跑，这个东西的改革其实还是比就是比方说发租金补贴是更要紧的，因为它直接去影响到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价格。仔细看这四大青年政策，包含像就学要减轻学贷负担，以及创业上要提供手续更简便的青年创业基金和贷款，其实还是沦为像过去一直以来都是以发补助的方式来看青年议题。其实过去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大喊说我要多给你贷款、多给你讲补助，但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去看民间的一些调查，其实真正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新鲜人，他有意愿创业大概就1/3，真正1/3里面会去投入创业大概还有就是里面的其中的10%，也就是说其实整个新鲜人的这个结构里面，年轻人大概就3%左右，3%到5%他真的会去投入创业，但政府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在创业里面，但真正就业的，包含像是现在非典型的劳工，包含像是派遣员工，包含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外送员，他的这个劳动环境的一个保障的资源，他反而没有投入。由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主办，去年林燕廷与38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共同举办总统大选青年论坛，分别邀请3位总统候选人具体提出青年政策。就是为什么没有做结构性的解决，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政策拟定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纳入年轻人的意见。就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力推的，就是包含像是宪法它规定的这个选举权跟被选举权的年龄分别是20岁到23岁，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5年来，日本啊、马来西亚、韩国其实都已经下修他们的投票权年龄到18岁。那这个当然除了一个是说啊，我们鼓励青年参政的一个理由之外，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来自于说，台湾跟世界的这个尤其是东亚地区，人口都在急速的老化，也使得年轻人他一个国家可以给他们的资源变少，尤其我们没有票或者我们票比较少，那让投票权从20岁下修到18岁，也有弭平一个世代发生量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政府经常说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实践理想是政府责任。然而现今台湾青年世代面对低薪、高房价、高工时以及不确定等种种焦虑与困境，都需要政府从整体施政做结构性改革。谢怡杰在万华和一群经济弱势者一起工作，他们将厂商捐赠的木栈板一一拆解，再做成各种实用的木工品。因为在万华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游民的存在，
觉得他们是阻碍社区发展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在想说，那每个人都有这样子弱势的状态啊，那有没有可能大家是用合作的方式，就是不把他们视为一个问题，而是他们跟社区合作，然后跟我们这些迷惘青年合作，看看有没有一起，有没有办法一起做一些事情，让每一个人的价值跟优势都可以被看见。怡杰大学时读的是社会系，毕业后他曾经因社会主流价值感到迷惘，甚至不断自我怀疑否定自己。那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没自信到好像我走到哪里头都低低的，一种没有容身之处的感觉。身边那些很厉害的同学都是商管学院、法学院，然后要不然就是学就是理工的，就是会感觉社会上会觉得他们有很好的前景，但社会系虽然他在养成你一个思维，但是他有什么用？就是会很常被问到说有什么用？那像即使是现在做陪伴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感，可是身边的人还是会很常问说那有什么用？你要陪他们找到就是好的工作吗？就是我觉得那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过得快乐，然后被看见，有独特性，有归属感，这些很基本的事情其实在台北是很难获得的。好久不见。这个整个社会的状态，竞争的状态，也会让我会很习惯的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工具，像是住的地方，以前都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工作完然后回去睡觉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工具。可是其实我心里应该是渴望我有一个容身之处，有一个归属的地方。那个租金一直涨，其实还是会有恐惧感。就我现在还有一个容身之处，但是以后会不会大家开就是这个城市越来越进步，反而去忽略了更多其他人的需求的时候，那有一天有可能我就会跟我们服务的对象一样，也是一个没有选择的状态。我觉得我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其实离得很近。Ready， 常常学着自己吃饭，在路上不像个痴汉。与自己对谈，傻笑不怕人看，对着拍子乱塞，这天马行空拳，我自身一派。有时候我都不自觉地看自己的城市太大，但哪里容得下你？街上人来人往，成群结党，你只有自己戴着耳机喃喃自语，还沾沾自喜。梦想成为一名饶舌歌手，张翰目前在旅行社上班，因为很喜欢玩音乐。再加上每个月房租12000，使得假日还得兼差，每星期只休假一天。我会自己写词，然后我会请外面的人帮我做编曲的部分，那编曲的部分也会有一点一样的花费，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如果歌做的比较多一点，就是编曲编的比较多一点，钱的部分就会花比较快。房租目前就是最大压力吧，因为就是像刚刚讲的，出来住之后，基本上存钱速度会变很慢很慢，所以大家都会想办法要。开源节流，就是要找更多的工作去补这个缺，然后加上有一些压力会自然而然的跟着来，像是可能你就会意识到，哦，你好像该要去拿一点钱给爸妈，就每个月定期给爸爸妈妈这样子。八年级生的年轻世代生活压力大，很多人都需要兼职才能负荷支出，不合理的都市房价和租金让这一代青年失去做梦的权利。你把一天然后分别在针对不同忙碌的客群，然后去做相关展场的配置跟设计，所以你感觉好像你逛完这个展场之后，你也感受到头层的一天，但是你也同时你也针对不同的客群，它有相关不同的体验的这种设计。彭仁宏清大研究所毕业后，选择留在自己家乡宜兰推展地方创生。彭仁宏认为，台湾大部分年轻人都往都市发展，整个青年世代面临的问题，需要有更全面的政策讨论与解决。就是第一名的都一定去念当医生，不然就是去竹科当工程师。那我觉得在家乡的
的发展，我觉得是时机的，是时机的，就是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他们其实都非常有才华，很会剪影片，很会当 YouTuber， 所以在政府他能够怎么样扮演一个有策略性、有系统性跟阶段性的，针对不同发展在地青年团队，能够给予他引导，或者是引导他们相关的支持系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台湾城乡差距大，将青年世代推向无屋可住的大城市，如何缩短差距，了解青年需要，而不是靠发补助？面对青年议题，政府需要以全面结构性的改革解决问题。青年世代的展望是领导人最要重视的课题，尤其台湾迈入高龄社会，年轻人不只得担心自己的人生，还要承担上一代的社会责任与成本，多重压力需要通盘的政策辅导与协助。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